你觉得我是什么境界？我觉得你至少是高级武尊巅峰，爆发起来甚至能比你大武尊。五盟族护法觉得是，那就是吧。武道盛世开启，天骄辈出，以后像这样的人或许还会连续出现，但小小年纪有这份沉稳睿智，那是绝无可能的。盟主，昨日你的无形剑法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是啊，盟主。木离哥哥，你好厉害啊。好好修炼，你也可以做到。以你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快就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真的吗？我也能做到。这又何难？这丫头要是知道元丹境就能肉身飞行，岂不是更要吃惊？我让你修炼的功法可不是普通功法，以你的体质，修为会迅速精进，只要灵气足够浓郁，要不了几年你就能达到我现在的地步。只需要几年？你们那是什么表情？既然你们修炼的是我的无极真经，那就不要再以世俗武道的眼光来看待，不要以为武尊境有多么了不起。在无极真经中，武尊境才不过刚刚开始。武尊竟然只是开始？无极真经与华夏武道界的那些武道功法不同，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绝对比那些超级家族视若珍宝的武尊功法高了不知多少个档次。我敢断言，若是无极真经现世，绝对是华夏武道界千古流传的传世经典，是至高无上的修炼之法。盟主胸怀四海，舍得将此等功法传于我们北盟，大家绝对不能辜负了盟主的期望。若是三五年后北盟没有十来个武尊，那就太对不起盟主了。是，绝对不辜负盟主的期望。今天就到这里吧，你们先回北州。是，盟主。灵儿、林姨，你们有何打算？我们跟薛家已经恩断义绝，绝对不会回薛家了。我娘家那边因为灵儿的怪病也……木离哥哥，我只想跟着你，你教我修炼好不好？我现在明白了，只有强大起来才能照顾好自己，照顾我妈妈。那你们跟着我去金陵吧。荆州州幕府的大管家说过，州幕府如今是属于我的财产，刚好可以顺便去金陵一趟看看。啊，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木离哥哥，那我们现在就去机场吧。是啊，晚了今天就飞不了了。好，咱们立马出发。无忌哥哥，到了金陵你也教我母亲功法吧。修炼征途险象环生，不是常人能承受的，为了林姨的安全还是不要了。来了。无忌，这里。这老头又来了，婆婆妈妈的。灵儿、林姨，我去去就来。哦，好的。妈妈，我们到咖啡店坐一下吧。家主，无忌和他们分开了。好，趁现在立刻去把他们绑了。无忌，听说你要离开了，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一个忠告。有什么就快说，不赶时间。无忌，你听说过武道盛世吗？武道盛世？秦牧临终前倒是曾经提起过，这武道盛世到底是什么缘由？我们也不清楚，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预言。据说未来天地会大变，天地之力也随之复苏，那些之前难如登天的境界将会被撕碎神秘的面纱。武道盛世里，武尊只是初始之境。天地之力复苏，武尊境只是开始，那我想要重回无极天尊的巅峰岂不是更加容易？对武者来说，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是啊，无数武者对这武道盛世充满期待，然而所谓盛世也是乱世，当超凡的力量大众化，就再也没有了那么多约束，动乱也就随之来临。这也是我们武盟成立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找到像你这样的人才，未来能帮助我们华夏稳住动荡的时局。你
你可愿意为华夏出一份力？我们武盟可倾尽全力培养你。最强都市天尊第二季，武艺连更三天，下周起每周六日更新，不要走开哦。我还是那句话，若我力所能及，便可援手；若力有不逮，则是空谈。至于培养，就算了吧，我习惯自己修炼。我曾为天尊，离成仙只有一步之遥，俗世武道的东西对我没什么用。小伙子，话不要说得太满，你能有今天的实力，也许是得到了什么惊人的古老传承或者奇遇，但我们武盟内部同样有一些不得了的秘地，能对武者身体有无法想象的裨益，你可不要轻视。若真有，倒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件事，请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如今声名大噪，恐怕会有许多人想要你的性命，甚至一些国家都会暗地派人针对你。外国？国外也有武者体系？你可不要小看外国，东印国、东日国以及欧洲、美洲大陆上的很多强国都有各自的体系，他们也不缺高手，武道实力同样恐怖，遇见他们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哼，你多虑了。灵儿，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木里小先生？妈，我……妈，你瞎说什么大实话？你们想干什么？老七，是你，快放开我，救命啊！走，把嘴给我闭上。妈妈，妈妈，老实点，别叫内务，不管人等不要妄动。这光天化日的，一次就绑了两个，世风日下呀。把他们绑了。是你，薛仁和，你这个混蛋，你还想干什么？干什么？林万一，怎么说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这也太绝情了点吧。我呸，我们的夫妻情分早就完了，那日没有杀你算是便宜了你。无极小先生就在不远处，请你放尊重点。灵儿，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爸爸，爸爸如今已经知道错了，我们薛家也损失不小，你就不能原谅爸爸？灵儿，别听他胡说，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想想你从小在外求医，连家门都很难进，可以说是你爷爷和华爷爷把你抚养成人，因为想你我是天天以泪洗面，罪魁祸首就是你生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你就跟无极说说好话，让他饶了我们薛家好不好？是啊，我们都知道错了，大家亲戚一场，你忍心看我们死在无极手下吗？灵儿，对不起，以前是我不对，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以后会好好对你的，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灵儿，不要听他们的，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虚伪，他们只是害怕自己的安危才来这里演戏，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当薛家人看，你又何必要管他们的死活？你给我闭嘴，住手。你要是不去跟无极说让他放过薛家，然后跟我们回去，你妈妈也不能活，你自己考虑吧。不要放开我们。想要他活你就去说，而且以后都不准跟无极提今天的事儿，否则我们一样有办法他的命。就算无极知道了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灵儿可是我的女儿，再加上她又这么善良心软。无极来得这么快，真硬汉。木里哥哥，木里哥哥，你终于来了，吓死我了。灵儿，你妈妈还没救。你想要谁的命？大哥，无极大哥，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来跟灵儿忏悔的。忏悔？用人母亲来威胁也算忏悔？薛仁和，你这个王八蛋！
无忌大人，我们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您就饶了我们吧。薛灵儿虽然是我的女儿，还生着怪病，但是她容貌美丽，你要是喜欢可以随便带走，我们绝不过问。灵儿，我可是你爹呀，血浓于水，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吗？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呀，求你原谅我们好不好？我知道你心地最善良了。木离哥哥，我灵儿，你自己做决定。灵儿，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薛灵儿太过善良了，善良没有错，但是太过于单纯善良的人很难在修仙之道上走得长久。不过这份单纯善良又何尝不会让人动容。说你们原本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我们真的是来忏悔的。说实话。我说我们原本打算来博取薛灵儿的同情，假如她不同意就抓住她母亲来威胁她，如果她还是不同意就把她们母女俩都抓住，用她们的性命来威胁你，把她们当人质，一辈子囚禁在薛家。来了，死刑犯的节奏。灵儿，你还等什么？快说原谅我呀，我毕竟是你父亲。从此以后我跟薛家再没有关系。灵儿，等等我。这怎么可能？难道我对灵儿的判断是错的？我们报警吧，武道界的事还轮不到我们操心，他们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原来灵儿早就看清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看清了现实的残酷，还充满善意的活着。这就是薛灵儿。来者何人？刘一泉管家在吗？你跟他什么关系？找他做什么？关系倒是不深，我是这荆州府的新主人，今天带人来看一下。荆州府的主人就是我家老爷和夫人，你是哪来的小小，胆敢在此胡言乱语？快滚快滚，否则得罪了我家主人，有你们好果子吃。你把刘一泉叫出来，我要当面问一问他。周穆府的人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晦气。穆离哥哥，我们有没有找错地方呀？没有。什么？不知死活的小子，不走那就给我留在这里吧。你也地长，放肆，用种子下杀手。刘管家，我是穆离。周穆大人，您打电话给我可是到金陵来了。那您在哪里？我去接您。不用了，你在府里的话就到门口来，这里出了点事。周穆大人，这是刘管家，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然而这个人告诉我荆州府是有主人的，不让我进，要赶我走，此人出手狠辣，不能留。死了也好，不过周穆大人，快里面请。刘一泉，我没问你，他说的有主人是怎么回事？前任周穆秦穆大人一生为国为民，没有妻子子嗣，但是30年前他曾在一处偏远的苗疆抱回一个男婴，说是看着可怜就带回来了。大人原想将孩子养大一点，然后给他找个好人家收养，然而那孩子很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习武天赋，秦穆大人大喜，加上相处久了也产生了感情，于是便收了那孩子为义子，取名为秦定国。义子，之前没人跟我提过，后来呢？秦定国天赋惊人，十五便突破到了高级武者，再加上他荆州牧义子的身份，一时风头无量，为众人追捧。可惜他最后却在那些追捧声中迷失了自我，整日沉迷酒色，荒废了武道。2年前
更是决定前往南疆探寻自己的身世，随后便带回了一位南疆女子，二人成婚。是那个女子有什么问题吗？大人跟我都觉得那女子有古怪，想让她离开，但是秦定国竟说要她走就断绝父子关系，大人没法，只能大人对他失望透顶，一怒之下直接离开了荆州府。后来的事情周穆大人应该都知道了。秦老头的死讯传回来的时候，那秦定国不知道吗？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当时急匆匆的将消息告诉了他们夫妻，结果他们夫妻毫不关心，甚至还笑出了声儿。如今秦老头已过世，按照他的遗言，你没有将那两人赶出去吗？第一时间就通知过他们了，可是他们死皮赖脸要留在这里，碍于秦穆大人的面子，我也不好强制将他们赶走。我知道了，你叫人喊他们过来，我亲自处理。是。周穆大人，他们不肯来。我亲自去吧。轻点儿。好好的。又来了。秦定国，我让你们来拜见新任周穆大人，你们全当耳旁风吗？刘管家小声点，这深宅大院的，您扯着嗓子这么一吼多吓人。你刘总管无需多言，秦定国你们夫妻俩收拾收拾，今天之内搬离周穆府吧。别呀、周穆大人，我从小就住在这荆州府，荆州府就是我家，连秦穆老头都默认了这荆州府归我，您这一上任就要来赶主人走，不太合理吧？夫人，看门的刘老头被他杀了。什么？家仆从苗疆随我前来，暗中灭口无数，霸占周穆府的事绝不能败露。要不这样吧，我们夫妇吃点亏，出个七八百万给你在金陵城中购置一处房产，你将那里作为新荆州府怎么样？混账无耻秦定国，今日我定带周穆大人要教训你。班长，你竟然有毒。哼，这毒目前可还无人能解。除了这毒功，你还会什么？你竟然能解我的毒，既然如此，出来吧，我的宝贝儿们。周穆大人喜欢我的宝贝儿们吗？什么？我不信！你敢动我夫人？现在，立刻，滚出荆州府！你，大人，他们夫妇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您看，你给我调两个人手过来吧。啊，是。走。我带你们去挑房间。好。哇，木离哥哥，我很喜欢。真是麻烦你了，木离小先生。大人，人我带过来了，来，快进来。周穆大人，这两个是为您准备的贴身侍女，您的一切生活起居都可以让他们负责。我不需要，以后你们俩就去照顾林姨和林儿吧。是。木离哥哥，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在府中逛一逛。这府内似乎有一奇特之处。那个女人竟然在这里养毒物。什么声音？竟然还有剧毒，哼，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东西。这是妖兽，这凶兽。夫人，你怎么了？有人上了我教与我气息相连的圣兽。什么？难道是那个小子？他找到那里了？地方被找到也是迟早的事，只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能伤到我叫圣少，真是小看他了。妖兽之身果然强悍，这是妖丹，能凝结出妖丹的妖兽已经可以比拟元丹期的修仙者，以我现在练习中期巅峰的修为，绝对只有被秒杀的份。不对，看着蟾蜍催动妖丹的样子，这妖丹并不是他的。这妖丹归我了。真是大收获，有了这枚妖丹，至少能让我达到元丹中期的境界。这扇门是……这门上似乎有某种禁制，这个凹槽倒是与荆州令相似，试试。这是极品灵石。极品灵石哪怕是在修仙界都是珍贵的宝物，没想到这里竟然有四颗，这极品灵石竟然已经快消散了。不过既然有极品灵石布成的聚灵阵，想必华夏古时一定存在过很强大的修真者。这是九州的历史跟荆州府的来历，倒是跟秦老头说的一样，大禹定天下分九牧。虽然仍旧不知道地球为何会变成如今这灵气匮乏的样子，但是画上说这柄宝剑是上古遗留下来的。这次可真是血赚。算了算了，能得到一颗妖丹已经不错了，做人不能太贪心。苏佳琪打来的。喂，大小姐亲自给我打电话，难得啊。她怎么不说话？江家的直播我看了，我之前一直以为你只是个比较厉害的武者，没想到。我早该想到的。你早该想到什么？父亲他们都那么尊重你，任何困难你都能轻易解决。苏佳琪这是怎么了？这么扭捏可不像他的作风。木离，你是他吗？谁啊？我的苏佳琪。你以为木离还是以前那个跟在你身边的小保镖吗？现在的你跟他相差十万八千里。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木离吗？苏佳琪，我还是那个木离，只是你比以前了解我更多了而已。苏佳琪，木离是不会因为强大就改变的，你要相信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武功高强的大人物就不用读书了吗？还要过一段时间。好啊，尽快回来，我还要聘请你当保镖呢。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出得起那个价吗？哎呀，都是老熟人了，就随便骗一个百倍千倍的，人情总要讲点的嘛。那就给你打个九九折吧。木离，你确实没变，我相信他一直都是那个救我于危难之中，给予我温暖的盖世英雄。我来了，嘿嘿，看不见我吧，墩墩墩，嘿嘿，给你画个大乌龟，你怎么醒了？你过来我就发现了，说说，你不在家里保护我母亲，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有好好保护伯母的，可是后来她不是被余家人接走了吗？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你就没去骚扰对门的那个人？哎呀，那个人，你说他好好一个大男人，胆子怎么就那么小呢？你看见我的头了吗？嗨，我只是逗他玩玩而已，结果我一现身，他就吓得屁股尿流的。我承认是我做的有点吓人了。他不会被你吓得搬家了吧？这倒没有，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去吓过他。你良心发现了？这倒没有，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个偏方，居然去偷了一条别人穿过的内裤回来，晚上还戴在头上睡觉，我觉得恶心就没去吓他了。然后我就又无聊了，只能天天修炼。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能离开那间屋子了，然后我就去看了我姐姐，
一开始还好，但是时间久了，姐姐似乎察觉了我的存在，经常会神思恍惚地自言自语。我不想让姐姐不开心，所以我就来找你了。难怪可以离开屋子，短短时间竟然已经修炼到了炼气初期，果然天赋异禀。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北周市和精灵城隔得可不近。这不就是那什么心有灵犀一点通吗？说实话，鬼仙经里面有留印记的方法，按着印记就能找到了。你下的什么印记？鬼仙经里最阴毒的那种，是可以直接吸收人的灵魂力量的。就一个很普通的印记。快说。不说。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竟然是我准备南下前回到家的那一晚。他看见了。哎呀，糟糕，我要不要对他负责呀？什么时候结婚，有孩子生几个呢？为什么又抢我？我几乎等同于你的师父，对我要尊敬，懂吗？不能随随便便做那种事。大不了等我修成人形就娶你嘛，师徒又不是不能。深更半夜的，怎么会从木里小先生的房里传出这种声音？妈，怎么了？木里小先生不是那种人，应该是我听错了。没什么，快睡吧。好无聊啊，为什么又把我关起来啊？色狼！喂，我说你们怎么进男厕所呀？还要喊人色狼？啊，什么时候厕所的标志被换掉了？我好像看到了会飞的平底锅。我看这荆州府内是进了脏东西，让我来。妖孽现身！刘管家，这是在干什么？周穆大人，您先避一避，等我把这个没有形体的东西消灭掉。出现了！别咬了，受不了了！在那边。好了，麻烦已经被我解决掉了，大家散了吧。是。还闹不闹了？不闹了。你看你，明明灵魂能量比那个总管还强，结果人家随便一招你都躲不过去，你这鬼仙经怕是白修了。我知道错了，你教我一些手段吧。好吧，既然你知错了，我就教你一招鬼修功法之术。你今日消耗的灵力过多，休养几日即可。你放心，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古董瓶子。不要，我才不要住瓶子里。木里哥哥，吃饭了。嗯，木里哥哥，那里为什么飘着一个姐姐呀？你看得见我？看得见呀，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姐姐嘛。啊，小妹妹，你真是太可爱了，真有眼光。啊，还有这柔软的触感，嘿嘿嘿。嗯，哎呀，真软呀。姐姐，不要了。这就是女人之间的友谊吗？灵儿妹妹，我跟你说啊，你别看木里长得一点也不魁梧，甚至还有点瘦，但是有一次我看见他上厕所，张小白，你怎么什么都敢说？我不说了，不说了。下来，你再这么肆无忌惮，看我怎么收拾你！咦，这个小可爱也能看见我？木里。你这里真的是太棒了！盟主房间好热闹啊！大人，精灵四大家族前来拜访，在下刘旭，在下许冲，在下出山，在下秦灵，参见周穆大人。大人，荆州府的幕僚还有五家，不过他们都不在本市，今日暂且赶不过来。五家？我记得上次秦老头葬礼时，怎么只有四家？刘旭啊，你们在路上可有看见陆家家主？三叔，我们并没有见到陆清扬的踪影，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来。哼，这个陆家简直是无法无天，我亲自派人去通知他们，他们竟丝毫不在意。也许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呢？诸位先坐下休息休息吧。大人，根本不是那样的，这陆家原本只是精灵的一个小家族，得了秦穆大人的赏识，才成为了荆州府幕僚。结果，秦穆大人一离开，
他们就翻脸不认人，甚至连大人的葬礼都不愿去。如今，甚至还想脱离荆州府的管辖。听起来倒是跟秦定国有的一拼，都是忘恩负义之徒。这陆家跟秦定国确实走得很近。呀，这就是新的周牧大人呢、啊。哎，他是谁？陆家的人吗？怎么没见过？应该是个无名之辈。你们家主陆青阳呢？哎，家主正在参悟玄功，一时无法出山。拜见周牧大人这种事儿，有我这个普通弟子就够了。混账！陆家如此忘恩负义，真是我等之耻，真是胆大包天。虽然我不是很想当这个周牧，但我答应了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好，让陆青阳亲自滚来跟我道歉。道歉？滚！若他不来，那我便亲自上，那后果就不是他能承受的了。滚！周牧大人竟真的如此强大，这陆家看来是没好果子吃了。你们谈话结束了？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灵儿妹妹这一身好看吧？穿这么好看，当然是要去逛街喽，是吧，灵儿？木离哥哥要跟我们一起吗？出去逛逛也好，走吧，我陪你们去，免得某人又到处捣乱。嘿嘿。哇，这里真是太棒了，我还从来没有来过这么繁华的地方。你们看看有什么想要的。木离哥哥，我想要那个。啊，你喜欢什么就说，我都给你买。要是木心也是这种性格该多可爱。老牛吃嫩草，臭不要脸。木离哥哥，我想吃这个。嗯，吃吧。这个真的好好吃啊，谢谢木离哥哥。啊，你看这个冰淇淋，它真的是……咦，有了。我也好想吃冰淇淋呀，可惜我没有身体，做不到。小白姐姐，唉，谁让我死得早呢？谁让我是一个鬼魂呢？我早就忘了人生百味。小白姐姐，木离哥哥，你有没有办法？张小白，其实还是有办法让我尝到味道的。什么办法？只要我附在你的身体上，我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感觉了。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你来吧。灵儿妹妹，你人真好。那姐姐来了。张小白，你这是要做什么？哦，原来这就是大胸的感觉吗？为什么我没有？啊，小白姐姐骗人！还我身体！哎呦，手感真的很好。你跟我说个什么玩意儿？我可没摸过啊！你到底要不要逛了？你们滚开啊！呀吼，继续逛街喽！慧芳，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有点虚弱，不过一两天后就差不多能恢复过来了。圣兽与我气息相关，那荆州牧居然敢灭杀我教圣兽，伤我根基，夺我教至宝圣丹，我们五毒教绝不会放过他。慧芳，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尽手段弄死那个小子，给你报仇。别看新任周牧年轻，他的实力可不弱，正面对上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哥哥再厉害，到时候中了我五毒教的毒也是个凡人，更何况我们还可以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你是说那个小姑娘？你派人去盯着，一旦看见他落单就把他掳回来，我自有手段对付那小子。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似曾相识的感觉。喂，大人，几个幕僚家族今晚想在金陵城内为您举办一个接风宴，好让这边的家族都知道您的存在，免得出现什么意外。可以，你去安排。那大人需不需要女伴？木离哥哥，是什么宴会？我能去吗？那晚上一起去吧，先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大人，我先去停车，宴会地点在二楼大厅，你们可以先上去。好的，走吧，我们先上去。木离哥哥，我想吃冰淇淋。又想吃了？冰淇淋这么好吃的吗？嗯，超好吃的呢。好的，我去买。谢谢木离哥哥。我也想吃冰淇淋呢。灵儿妹妹，你再让我附身一次好吗？不行。飞哥，快看，极品呢。什么极品啊？哇，真是极品。老规矩，懂。我们上。美女，你一个人呢？我这种地方可再找不出像你这样的超级美女了，当然叫的是你。一看就不安好心。灵儿妹妹，别理他们。美女别走啊，大家聊聊嘛，我们想和你交个朋友。嘿嘿嘿，小美女别怕，我们又不是什么坏人。哼，很好，该我上场了。你们是什么人？木离哥哥，哪儿来的小子，竟敢劫我的活？你是谁？敢坏大爷的好事？我是谁你不必知道，滚开。木离，打他，打死这些猥琐男。木离哥哥真帅。敢打我们的人找死。住手，师爷一腿。怎么回事？你莫非是武尊候补榜的高手？为什么我在精灵没见过你？这个人真菜，木离一只手都打不过。是木离哥哥太强了。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哦，你来晚一点，我就能揍他们一顿了。来之前说好不准闹事，你要是……啊，好吗好吗，我知道了。呸！飞龙哥，这个人太嚣张了，还对着空气说话，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冷静一点，这人有如此实力，还如此嚣张，说不定就是背后有我们得罪不起的大家族支持。我们先进去摸摸他的底细再说。天哪，这么多好东西，我要是有实体该多好。盟主，没想到盟主你也来了，看来这荆州府果然非同一般呢。你们也来了？这荆州府很厉害吗？盟主啊，您可别小看这个荆州府。听说荆州府历史悠久，周穆乃是益州之主，为益州帝皇，虽转居幕后，实力仍然非常强大，而且那周穆的实力据说在武尊之上，是超越武尊的恐怖存在。穆离，穆离哥哥好像就是荆州穆。盟主，你也是被荆州府通知来的吗？也好，今天就让我们北盟的核心一起瞻仰一下这神秘的荆州穆大人，看一看武尊之上究竟是何方神圣。不过我们北盟有盟主在，未来也一定能达到荆州府的高度。好了好了，你们先进去吧，我等等就来。好。对了，暂时不要透露我的身份。盟主放心。穆离哥哥，你怎么不把你的身份告诉他们啊？是啊，你也太坏了吧。我这也是为他们着想啊，毕竟吓坏了老人家多不好。我们先去找个位置坐下吧。飞龙哥，那小子坐下了，看他那样子应该不是大家族的人。飞龙哥，我们要不要做反派？能不能有点追求跟智商？哎，我先去许家主那里试探一下。许伯伯。哦，是飞龙啊。我是特地来谢谢许伯伯的，能有机会跟这么多的大人物相处，实在是让我受益匪浅呢。你能有这份心很不错。许伯伯，我看那边那个年轻人面生得很呐，周围的人也不认识他，您可知道他的来历吗？你问他做什么？啊，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之前我的几个朋友在酒店门口和他起了点冲突，所以想向您打听下他的来历。愚蠢。许伯伯，是我说错什么了吗？你们呐，真是胆大包天，今天这里来的人都是背景深厚的，你们还敢造次，惹谁不好，还偏要去惹他？难道他来历很大？不止大，还很惊人。还好你们没有做出更过分的事，要不然你老爹不动手，我都会亲自动手废了你们，带去给他请罪。不过既然他并没有当场追究你们，那
这件事也就过了。这次是万幸，下次记得长点眼。这个世界上能人很多，是不能随便惹的。竟然这么厉害，还好我没动手。诸位，让我们欢迎本次宴会的主角。主角就是荆州府的府主吗？天哪，据说这人修为异常高深，若是他收徒就好了。真想看看他长什么样，要是长得帅的话。木离，有人想嫁给你呢。这荆州府府主再怎么厉害，也肯定是个老头子了。要我说，无极才是真正厉害的人。将将那一战。感谢各位来参加本府宴会，想必大家都有所听闻。这次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本府刚上任的周穆大人接风洗尘的。天哪，被这么多人看着好害羞。这么年轻。盟主竟然是荆州牧。好强。如此年轻竟有这么强大的实力，不愧是荆州牧。周穆大人，我派人查看过了，直到现在那陆家家主陆青阳也没有露面。他这是完全不把荆州府放在眼里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你准备怎么做？陆家乃是荆州府的幕僚，我们可以直接问责。我会带着刘家和许家的人上门问罪。假如陆家不思悔改，我们将缉拿陆青阳，同时他陆家的产业也会被逐步瓦解。你看着处理就好。刘总管，周穆大人，陆青阳出现了，已经到二楼门口了。哼，这时候才来，和陆青阳架子可真大。这人是谁啊？怎么这时候才来？是陆家家主陆青阳。陆青阳，站住！不对劲。陆青阳，再不停下，也让你伏诛。剧毒。你不够资格做荆州牧，与我一战风。这陆青阳竟然要挑战荆州牧。陆青阳，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如此造次，你有什么资格挑战周穆大人？想动手先问过我。不必气愤，这人已经没有思想了。你们在这里好好待着。手上的毒物消失了。多谢大人。大人，是不是先将宾客请回去？你去处理。诸位，今天因有突发情况发生，这场宴会只能暂时终止。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请大家先行离开。接下来我们荆州府要处理一些事情。不如让我们留下，也好为荆州府出一份力。多谢诸位好心，不过有我们在就够了，以后有空再邀请诸位做客。你们怎么还不走？没事，是我让他们留下的。难道大人就是？大人，这陆青阳是死了吗？还没有，心脏还在跳动。大人小心，这毒非比寻常啊。无碍，我有无垢圣人体，且升仙诀紫色灵力百毒不侵，这毒还伤不到我。抓住他。这虫子有点眼熟啊，您见过？这是五毒教的控尸虫。五毒教控尸虫？是的大人，这控尸虫乃是五毒教的镇教之宝，可以悄无声息地下到人的体内，以人的血肉为食，一旦成长起来就能控制人的心神，可谓不折不扣的毒物。自从两任武盟盟主发出讨伐令剿灭邪教后，这五毒教已经销声匿迹许久了，没想到如今竟然又出现了。五毒教？合欢宗已经被我剿灭，尸鬼宗之人也曾遇到过，这五毒教出现在此又是什么目的？是那个苗疆女子。哦，如果是她，那这一切就说得过去了。难怪陆青阳一个堂堂武尊
竟然会跟他们夫妻混到一起。我这是怎么了？你中了我毒教的蛊毒，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醒来就在这里了，怎么回事？我身上怎么这么痒？啊，我这是怎么了？不好！啊！好恶心！这五毒教竟如此丧心病狂！给我查，杀尽五毒教教众，把秦定国夫妇救出来！是。五毒教恶女以人猎蛊，害陆家家主，今以周牧之令除之。大人，那五毒教圣女很有可能就在这陆家，进去搜。是。这五毒教圣女，我一定要将她碎尸万段。别碰尸体。枯骨，尸体有剧毒。我的手。呀！啊，多谢，周牧大人。你叫什么名字？回周牧大人，小人来自许家，名为许良。杀好以后到周牧府报道。谢周牧大人。许良，你可真是走运，大人真是太好了。这些尸体谁都不要动，就地火化吧。是。去拿火把来。好。蛇，好多蛇，怎么回事？爬上来了。喂，快开。大家不要慌，全部聚集在一起。这是什么火焰，竟然这么厉害。周牧大人果然深不可测。死人。秦定国跟那个苗疆女人都不在，大家退出陆家吧。大人，那这陆家……这陆家已经是个毒窟了，烧了吧。找寻陆家是否还有流浪在外的幸存者，以最好的待遇对待。若要重建家族，就给予他们帮助。其余人继续搜，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把五毒教圣女和秦定国搜出来。是。你今天格外的安静，怎么发生什么事了？早上我拉着灵儿一起出去玩，街上人太多，然后我不小心把灵儿弄丢了。今早灵儿说过不久就是她母亲的生日了，让我陪她去买礼物，她要给母亲一个惊喜，可是那个街上人太多，走着走着就走散了。灵儿是个路痴，肯定是你飘得太快了，她跟不上才走丢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我刚刚到处都找过了，一直都没找到。刘一泉。哦，大人，怎么了？发到命令，动员所有人，给我在金陵找到灵儿。是。大人，找到薛小姐的下落了。秦定国，继续查。是。奇怪，到处都找不到灵儿的踪迹。大人，有灵儿的踪迹吗？没有找到薛小姐。周牧大人，您要不先回去等消息吧，我继续追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去吧。我总觉得那个苗疆女子还会来荆州府，莫非……莫离，要不我也出去找灵儿吧。你先跟我去休息吧。什么声音？莫离，不许看。行，我不看，不过你叫我别看，你自己又在看什么？废什么话了。灵儿，你没事吧？玉仙蛊，中蛊之人半天之内必须行雨水之欢方能散去毒性，否则将气窍流血而死。荆州牧大人自己看着办吧。毒叫圣女。什么？我看看，还真有这种毒。切，我以为这种东西就是电视剧中编剧为了给男主推倒妹子强行演出来的东西呢。这什么人啊，居然对薛灵儿下这种毒，太恶毒了。五毒教圣女，这是想让我身败名裂吗？事关灵儿生死，没办法了，我就豁出去了，身败名裂就身败名裂吧。你干嘛？你是想占灵儿的便宜吗？只是为了解毒啊。你想得美，不就是一个蛊毒吗？我可是鬼魂，又修炼了鬼仙经，我可以附在他身上，用我的魂力帮他把蛊毒逼出来。那你还不快行动，都是你把他弄丢了才惹出来的祸。凶什么凶嘛，我做就是了嘛。
不行，我搞不定。他体内除了蛊毒，还有其他的剧毒。如果真按照纸条说的做的话，碰薛灵儿的人就会被剧毒毒死。对方既然要对付我，肯定不会就那么简单。那你……他的计策倒是不错，抓了薛灵儿，在他体内下毒，然后让他用美色诱惑我，进而让我中毒身亡。可惜了，他遇上的人是我。你帮他把被子盖上，我先回避一下。好嘞。醒了，小白姐姐，我这是怎么了？小白姐姐，你可恶，怎么又欺负我？你干嘛把我衣服都脱光？灵儿，你可看清楚了，你现在在谁的床上？我可没有整你。这是木离哥哥的房间和床。啊！怎么办？怎么办？灵儿，你别叫了，我耳朵都要聋了。小白姐姐。茉莉哥哥，他是不是看过我的身子了？哎，看过又怎么样？没看过又怎么样？我妈说过，女孩子如果被男人看了身子，就坏了清白，要么就只能嫁给那个男人，要么就只能一死以证真情。不是吧？都什么年代了，你们家怎么还有这种传统？如此的封建极端，不是害人吗？小白姐姐，你不明白的，武道家族家规很严，依旧还是很保守的。哎，你快告诉我，木离哥哥他是不是看过我的身子了？被看了，你就非嫁不可？非嫁不可？如果人家不要，就只能自我了结。小白姐姐，你快告诉我，到底有没有？没有，你中了毒，我是为了替你解毒才把你脱光的。嗯，就是这样。木离绝对没有看过你的身子，他被我叫到外面去放风了。原来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还挺失望，那么想嫁给你的木离哥哥啊。小白姐姐，你太讨厌了。哎呀，我不就是戳破了你的小心思吗？好了好了，就在你木离哥哥的床上好好睡吧。哼，他们果然来了。怎么样，听见那小丫头的话肯定心里偷着乐吧，看个身子占了便宜，还能白捡一个娇滴滴的小媳妇。可惜呀，被我骗过去了，小媳妇没了。这丫头恐怕是太闲了，我感受到了生人的气息。我想掳走灵儿，并在她体内下毒想坑害我的人并没有离开，还躲在荆州府里想要看到结果。他们在哪里？荆州府太大，我只能感应到一个大致范围，你是灵体，别人看不见。我将方位告诉你，你去那边看看，有情况就告诉我。没问题，都交给我。怎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耐心点，荆州牧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慧芳，你的方法能让荆州牧中计吗？这几次交锋下来，他可不简单呢。放心，我堂堂五毒教圣女，对付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还不容易，他再强大再了不起也是个男人，天下男人一个样，那个小妮子可是个极品，赤条条的躺在荆州牧床上，不信他不动心。再加上我留下的纸条，想要救人的心思以及男人本性会让他自我催眠的，他肯定会对那个小妮子动手，到时候那小妮子体内的剧毒就会流进他体内，他将武功全失，变成一个废人，任由我们处置。到那时，想要逼他拿出荆州府的宝物就很轻松了。我要当荆州牧，若不是那个老不死的，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等解决了荆州牧，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原来你们是这种心思，可真恶毒啊！不愧是奸夫淫妇，我得赶紧去告诉木离。慧芳，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阴嗖嗖的？现在好像又好了，真是见鬼了，都这么久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他难道不行？走，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先进去看看。慧芳，怎么了？不好，我不走。想走是不是得先问问我这个主人啊？
孤独教圣女，胆大包天，居然敢自动送上门来，你的末日到了。你们早就埋伏好了。哼，秦定国，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秦穆大人曾经那么深厚待你，而你都做了些什么？被妖女所惑，沉迷美色，跟着五毒教的妖人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儿。秦穆大人要是知道你这么堕落，非被你再气死一次不可。闭嘴，别给我提那个老不死的。荆州府应该是我的，荆州牧应该由我来做，可是他不顾情分，要把这些都拱手送给外人，是他冷漠无情，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垃圾就是垃圾，就算分类你也是有害垃圾。你想当荆州牧，有本事你就来。小伙子，单靠说大话可没用，你们以为我真的中了你们的计？哼！啊，我的手怎么回事？那我的眼，你什么时候？我乃五毒教的人，自然能控制毒物，用它们来探路，所以我早就发现了你们，知道你们埋伏的位置，在不知不觉间，你们早就被毒物咬过了，却还不自知而已。皮皮。哈哈哈，慧芳，你真是神机妙算，连我都被蒙在鼓里。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你以为你不跟那个小妮子欢好就没事了吗？哼，她整个身体都是毒，你只要碰到一下，其实就已经中毒了。你杀了我叫圣兽，夺了我叫圣丹，我现在也不追究你。只要你交出圣丹以及荆州令，我便放你一马，替你解了毒。看来这荆州令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你们想要这个荆州令？小子，把荆州令给我。天才又如何，还不是如同废物一样在我手下，将我想要的都通通奉上。啊，怎么可能，你不是想要送你。竟然一拳就废掉了我所有的经脉，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不是中毒了吗？区区凡尘小毒又岂能伤我宝体，无垢圣人体的防御能力若是这小小的毒药也能突破，那我还做什么天尊？这不可能，我的毒药可以排入五毒教的毒榜前列，除非你不是人，要不然人类的身体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我看你不过是强叉而已。放你梨花针。这个小子不能放过他。多谢大人。你先去一旁等着。谢谢大人。就是这个时候，有效。不好，小子，你就是再硬也有脆弱的地方。剧毒无垢圣人体只有眼睛是弱点。竟然用掌风就能伤我。你居然修炼了身法。哼，我五毒教的灵蛇绕闻名天下，你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你伤不了我的，我有毒物防身，你进不了我的身，除非你想瞎眼。就算你攻过来了，我也能躲开，但同样的，我也伤不了你。是吗？不如我们双方就此罢手，你让我退去，我保证马上走得远远的，不再跨进金陵城半步。你真的觉得我伤不了你？怎么回事，我竟然丝毫捕捉不到他的踪迹。在你身后。现在你还认为你能逃走了吗？慧芳，小子，你伤我妻子，我不会放过你的。这是你逼我的。想逃？慧芳，你怎么不逃？慧芳，我废掉了，不要管我了，你自己走吧。这个圣女，出来吧。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感觉我的肚子里好热？你对我做了什么？啊，好痛。这手法倒是跟紫微星修仙界曾存在过的一个邪派大教有些相像。为什么？这是我五毒教绝顶奇骨情伤，唯有传承了五毒教圣心的圣女可以修炼，一人一生只可修炼一个，
用钟情于己身的人的精气饲养，直到饲主油尽灯枯方能成功。我在五毒教禁地发现了这失传数百年的古法，传说最终炼出来的肉种恐怖无比，会听从炼骨者命令。原本离成功还有十几年，我却被你逼得提早将半成熟体召唤出来，可恨！原来是这样，难怪结婚多年，你却从不让我碰你一下。廖慧芳，你这个蛇蝎女人，枉我一片真心对你，你居然只是利用我的感情，用我来中蛊！哼，自作多情。这红色怪物跟他们用修士精血喂养出来的魔种有些相似，地球莫非还跟紫微星有什么联系？给我撕碎它！速度竟然这么快，竟然连我的无垢圣人体都抵挡不住！继续上，杀了他！虽然能伤到我，不过也就仅限于此。比起紫微星修仙界那个魔门饲养的魔物，差了太多。到此为止了。居然在进化！不过是无意中得来的秘法，没想到竟有如此威力。一定要趁此机会杀了他，夺回圣珠跟金钟令。这东西，连我修炼了无垢圣人体的肉体都能伤到，又是以血肉精气为食，放出去恐怕会引起大灾难。绝对不能留，一击便虚弱，看来还只是个未成熟的半成体。不好，半成体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宝贝儿，快回来！想走？以他目前的状态，还对付不了那小子，不如先撤，等日后。你怎么发现我的？我说过，毒物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不用双眼看我也能知道你在哪儿。可恶，不行，不能让他死。神之献祭。这女人难道还有什么手段？金钟木，此生我与你不死不休。大人，要不要派人去追？不用，你们追不上他，派人在精灵城内排查，一旦追到他的踪迹立马给我报告。是，就算找不到也没事，他受的伤起码要十来年才能修养好。此乃无极真经，这功法我传授于你，之后也会放于荆州府武库之中。除了各大幕僚家族的家主外，只有荆州府真正的自己人才可以修炼。大人，这功法竟有如此玄妙的功法？这功法足以让你踏步武尊之上。荆州府此后可以招揽人手，人品第一，资质第二，而这其中对荆州府忠心耿耿的人可授予他们功法，只有你们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惧宵小，守护这一方平安。老奴必竭尽所能，一定给周母大人一个满意的结果。如此也算对得起老爷子对我的嘱托了。等安排好这一切，也是时候前往帝都了。母亲，妹妹，你们承受的所有欺辱，届时我都将一并奉还。灵儿，这样不行，出招要更狠更有力。莫离哥哥好累啊。灵儿不能懈怠，修炼一事即使拥有非凡天资，也还要付出辛苦的努力才能有所建树。这丫头有玄阴体，境界增长一日千里，但空有修为没有攻击力，如果你自己不强大起来，以后再遇到以往那些局面还是一样的结果，没有什么反抗之力，面对威胁无法安然度过。这不是还有木离哥哥吗？我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修仙之路漫长而孤寂，当这条路时间走得长了，物是人非乃是常态，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我知道了。你笑什么？当然是笑某个人不懂得情趣，是个直男铁憨憨咯。你也给我修炼去，别整天在荆州府里疯来疯去的，还教灵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哪有，我教他的都是好东西。木离哥哥，
你是不是要离开这里了？难怪你最近安排这个那个，还盯着我们练功，你要去哪里啊？帝都，有些事情要去处理。能带我一起去吗？不行。哦。我要做的事，你跟着不方便，你还是好好的在荆州府陪你母亲吧，顺便好好修炼吧。怎么样，是不是很舍不得？哎呀，真可惜你去不了。我不能去，你就能去吗？茉莉哥哥，小白姐姐会跟着你去吗？这丫头在我身上下了印记，又是个坐不住的，肯定会跟上来。啊，茉莉哥哥竟然没有反对。看见了吧，我当然能跟着去了。茉莉哥哥，凭什么他就能去，我就不能呢？茉莉哥哥，果然还是喜欢小白姐姐更多吗？别学张小白，撒娇也没用。薛灵儿，这就是差距，记住，你永远都无法成为正宫妹。你，我诅咒你，永远没有修。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竟然诅咒我没有修，受死吧！小白姐姐饶命啊！要是修炼的时候也这么有劲就好了。老是听人说帝都雾霾重，现在真算是见识到了，能见度太低了。哎，你也是的，明明坐飞机几个小时就能到帝都，还偏要这么折腾着，弄了三天才走到这里，是不是傻啊？还是说你想享受与我单独相处的二人世界，带我一起游历山水，酝酿那种温馨浪漫的氛围？好吗好吗，我去给你探探路。程英，认命吧，你今天注定要葬送在这里，帝都你去不了。莫林，你快看，这里有人在打架。你们是什么人，敢不敢摘下口罩？藏头露尾之辈，五个打我一个，算什么男人？哼，小孩子才说以多欺少，我们大人的世界向来都是强者为尊，你不会真以为会有人讲什么狗屁江湖道义吧？卑鄙，不愧是二叔派来的人，跟他一样无耻。哇，五个打一个，这可真够不要脸的。走了，不要多管闲事。咦，你不去救他吗？以你的实力解决那几个人也就是挥挥手的事吧。我为什么要救他？我又不认识他，事情的原委我也不清楚，就这样过去救人，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这不想着让你行侠仗义吗？你不知道你打架的样子可威风了。还在那儿，都滚出来。你说话声音太大了。可是我不是人啊，这不是跟你聊天习惯了忘记隐藏了吗？你是什么人啊？我只是路过的，放心，我对你们之间的事没有兴趣。路过还能过到这荒郊野外，你是不是当我们傻？不能信他的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万一他真是路过的。老大，今天的事情不能泄露，管他是不是路过，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你们确定要对我动手？哎呀，这可是你们自找死路了。废话少说，上。等等，我与龙泉山庄的庄主相识，你们这番做派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龙泉山庄，莫离，你认识这个龙泉山庄的人？龙泉山庄，龙泉山庄又如何？听说龙泉山庄的庄主是个残废，超级家族穆家的人又怎么样？连我们这些普通人都不如。哼，你真的认识龙泉山庄的庄主？我见他孤苦无依，曾经照顾过他一阵子。这人是不是傻？给了他机会让他离开，他竟然还不走。既然如此，今天你这条命我救了。你救他的命？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救别人？废话少说，干他。想杀我，你们还不够格。这人竟如此之强，莫非他是武尊？就说了嘛，挥挥手就能解决。哎，这人怎么一动不动？
难道是被吓傻了？你可知那龙泉山庄庄主的详细情况？龙泉山庄乃是帝都中心超级家族，穆家位于帝都边缘的一栋别墅，跟我们袁家族地相隔很近，而庄主是十多年前搬进来的。听说他是穆家的一个核心成员，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且触怒了穆家的大人物，所以被发配龙泉山庄。果然是三叔，当年我被神算门大人物定为天煞三星后，整个穆家都避我如蛇蝎，只有三叔偷偷接济过我们母子。穆家，不愧是穆家，竟然这么对待三叔，将他发配到边缘地带，任人欺凌。穆离身上的气势好吓人，被亲人迫害到这个地步，你想报仇吗？当然。袁家只是帝都的一个小家族，爷爷病倒后，家中的长辈们为了争夺家主之位反目成仇，弄得整个家族乌烟瘴气。爷爷一气之下取消了他们的资格，宣布在小辈中选一人担任家主之位。穆离，你的大腿可真结实，你就在里面好好修炼吧。喂喂，你干嘛？你把我封住干什么？放我出来啊！你的家人为了家主之位派人劫杀你。是我二叔，爷爷规定了三年考核期，我原本不想参与，但我父母用妹妹的终身幸福胁迫我参与家主考核，没想到三年未到，爷爷已经撑不下去了，提前召我们回家，二叔就派了人在路上袭杀我，若不是先生您，恐怕我已经葬身于此了。我姓穆。多谢穆先生。认识龙泉山庄庄主，又姓穆，看来他说的争夺袁家的事是真的了。不过穆先生为什么会选择帮我争夺袁家？大概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妹妹吧。穆先生，进城门之后往左走是龙泉山庄，往右走不远就是我们袁家。先去袁家吧。管家。林少爷，他居然没死。我没死，你是不是很意外？怎么会呢，老奴对袁家可是忠心耿耿。行了行了，不必多说。穆先生，我先带你进去吧。真是没用的东西，那么多人连这一个人也对付不了，得赶快去报告给二爷。前面就是我父母跟我妹妹居住的地方了。妹妹，我好像听到了哥哥的声音。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嗯，我回来了。穆先生，这是我妹妹袁圆圆。这个名字还挺可爱。这位是穆先生，是我请来的帮手。穆先生你好。我的名字叫穆离，你们把我当做同辈人对待就好。圆圆，怎么就你一个人？爸妈呢？他们最近对你怎么样？没有，爸妈对我挺好的。荆州府此后可以招揽人手，人品第一，资质第二，而这其中对荆州府忠心耿耿的人可授予他们功法，只有你们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惧宵小，守护这一方平安。老奴必竭尽所能，一定给周穆大人一个满意的结果。如此也算对得起老爷子对我的嘱托了。等安排好这一切，也是时候前往帝都了。母亲，妹妹，你们承受的所有欺辱，届时我都将一并奉还。灵儿，这样不行，出招要更狠更有力。穆离哥哥好累啊。灵儿，不能懈怠，修炼一事即使拥有非凡天资，也还要付出辛苦的努力才能有所建树。这丫头有玄阴体，境界增长一日千里，但空有修为没有攻击力，如果你自己不强大起来，以后再遇到以往那些局面还是一样的结果，没有什么反抗之力，面对危险无法安然度过。这不是还有穆离哥哥吗？我不可能永远陪着你，修仙之路漫长而孤寂，当这条路时间走得长了，物是人非乃是常态，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我知道了。你笑什么？当然是笑某个人不懂的情趣，是个直男铁憨憨咯。你也给我修炼去，别整天在荆州府里疯来疯去的，还教灵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哪
我教他的都是好东西。木离哥哥，你是不是要离开这里了？难怪你最近安排这个那个，还盯着我们练功，你要去哪里啊？帝都，有些事情要去处理。能带我一起去吗？不行。哦，我要做的事你跟着不方便，你还是好好的在荆州府陪你母亲吧，顺便好好修炼吧。怎么样，是不是很舍不得？哎呀，真可惜你去不了。我不能去，你就能去吗？木离哥哥，小白姐姐会跟着你去吗？这丫头在我身上下了印记，又是个坐不住的，肯定会跟上来。啊，木离哥哥竟然没有反对。看见了吧，我当然能跟着去了。木离哥哥，凭什么他就能去，我就不能呢？木离哥哥，果然还是喜欢小白姐姐更多吗？别学张小白，撒娇也没用。薛灵儿，这就是差距，记住，你永远都无法成为正宫妹。你，我诅咒你，永远没有胸。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竟然诅咒我没有胸，受死吧！小白姐姐饶命啊！要是修炼的时候也这么有劲就好了。老是听人说帝都雾霾重，现在真算是见识到了，能见度太低了。你也是的，明明坐飞机几个小时就能到帝都，还偏要这么折腾着，弄了三天才走到这里，是不是傻啊？还是说你想享受与我单独相处的二人世界，带我一起游历山水，酝酿那种温馨浪漫的氛围？好吗好吗，我去给你探探路。程英，认命吧，你今天注定要葬送在这里，帝都你去不了。木林，你快看，这里有人在打架。你们是什么人，敢不敢摘下口罩？藏头露尾之辈，五个打我一个，算什么男人？哼，小孩子才说以多欺少，我们大人的世界向来都是强者为尊，你不会真以为会有人讲什么狗屁江湖道义吧？卑鄙，不愧是二叔派来的人，跟他一样无耻。哇，五个打一个，这可真够不要脸的。走了，不要多管闲事。咦，你不去救他吗？以你的实力解决那几个人也就是挥挥手的事吧。我为什么要救他？我又不认识他，事情的原委我也不清楚，就这样过去救人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这不想着让你行侠仗义吗？你不知道你打架的样子可威风了。还在那儿，都滚出来。